主料：猪后腿肉250克，姜米150克，辅料：荸荠6个，玉米30克，葱、蛋清1个，淀粉、盐、蚝油、芝麻油。13香。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猪后腿肉已经剁成肉馅备用，比起剁碎备用，糯米提前泡发备用，葱切碎备用。将剁好的肉馅与荸荠碎、玉米粒和小葱放入碗中，将各种食材融合在一起，加入1只蛋清和少许淀粉，加入食盐、蚝油、芝麻油和13香一起打至均匀，取肉馅制作成圆肉丸，然后放在糯米上滚一下。12. 肉丸均匀沾上糯米后备用，竹叶提前泡一下，取出放蒸笼做垫布。14. 将制好的糯米丸子排放在蒸笼里面，锅内加水，烧开后将笼屉置于锅内，蒸15到20分钟即可，撒上葱花、酸猪豉油。烹饪技巧：肉馅可以多打一会，增加肉的弹性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